生死不能再相逢，你是我的情呀，不要你呼吸。我是我的情人，永远不分离。确实没啥呢。哎，哎，这打，这一为什么中了？哎，来来，你来给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这个金是打不中了我？盒子恐惧。他没闪的，但是他们打野在旁边，得快点杀，不然他们打野到了，还杀一下。兵线不要推了，咱们走。26刀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打野并没有吃掉核线。飞镖一丢，可以，很果断，我们直接帮他把线推了。可以，他好，我跟你们讲，他只要空一个技能或者飞镖没丢出来，他肯定被反杀，哦，肯定杀不死，应该这么说，伤害绝对不够了。刚好我飞镖丢出去了，然后他自己闪现 QR 也都中了。我的飞镖到了，你怎么说？兵线很难受，我知道你兵线很难受，但是你先别急，我知道你很难受，但是你先别难受。我知道你很难受，但你先别难受。我知道你很难受啊，兄弟，你先别难受。哦，他把 E 给用了，好小子。伤害有点高的。哎，有果子吃不？没果子吃，千峰打不了。有果子吃，很 nice。他们打野80%在旁边，不用想。但是他们打野没有大招，我们是知道这个信息的。给你点个信号，对面要过来了，快来啊，兄弟！哎，哦呦哦呦！你还以为真的每次都跟上次一样？蜘蛛过来 A 不到屁股，把龙抢了，赌运气小的。第四血怎么说？来个 Q， 短小，这个哥们换了个屏障，挺骚的。Q 躲开。勾引到了没有 ？OK， 很 nice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动不了啊，兄弟？跟谁撒娇呢？你只要会融化。再看一眼，就会爆炸。能不能吃塔比？不能，回家直接卖出我的安心这只抓的好兄弟西南道。下路要被越，我来帮你翻盾，求他妈的！四个人，等我能活下来不？大刀准备就绪，大刀跟我接掉 ，OK，OK，OK，No，No，No，Wait me， 闪现多魅惑，治疗用一波，赶紧走，医生过来，叫吹我，直接白盒子，背刺啊，背刺啊，背刺大刀躲魅惑哦，哦没躲，大刀。这也能妹到，必须杀 AD 啊，兄弟！哇、哦，
感觉有眼的这里。你真的懂爆炸流吗？直接打先锋，跟我来，走位，走位，走走走走走。推大怎么说能秒吗？直接打一套呗，可以，大直接丢出去，很好，打丢出去对了。三爷怎么说？杀掉了，漂亮，直接打先锋。AD 别送啊，稳住呀！能不能稳住呀，兄弟？糟了，兄弟去了。哎呦，两个人把他杀了，好猛啊！但是狐狸也是把我们兄弟收掉了。需要我擦屁股吗？这个血量的话 ，W 挡他一技能，他永双定住我，不好杀。没挡到。
Hehehe